嘟嘟嘟嘟，然后跟你说今天不宜，不宜开直今播，日不宜开台。耶，开好了，开成功，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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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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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安安，大家安安，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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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也很忙哦。你们刚开台哈？对，刚开台。杰克气气气，什么啊啊什么？气气气，什么？SP 啊？怎么没有吧？啊什么？没有 SP 吧？没有吧？各位观众，那个杰克啊，在前两分钟啊，抽了 SP 哦。我刚只是想说，这边好像有多三张哎，稍微抽好了。有人没喷，就睡厕所，你就睡厕所啊。好，杰克，我讲，杰克这样子好了啦。厕所、阳台跟大门口，你让我选过了。不然多一个不，多不多不多不多多补属龙啊。补属龙。来抽起来，抽起来！杰克睡厕所，抽起来，抽起来，抽起来！好，我这边要，这边要，这边要，又可以抽奖了。这边也要，这边也是，这边也是。我要去改杰克睡房间。睡厕所，不然去啊，不然这样去跟团团窝好了。因为现在团团还没感冒，剩下团团没中奖。你觉得你中了吗？中了，有已经有感觉，喉咙痒痒的。你怎么到处传播花粉啊？到处破虫，真的大爆。好了好了好了，杰克睡阳台，睡房间啊，睡房间。还想睡房间啊？想啊，可以吗？你觉得呢？你用我的那个钥匙账号帮我除个那个一单这样子，嘿，除吗？还是帮你抽到那一只？没用他的卡，然后来我这边除这样子，抽个、不用抽东西啦，抽他运气的，除一单就好了。好，让你这边直接让你睡一年这样子都没问题。假如说你们都搬走，还在里面睡吗？你还可以继续睡啊，没有问题啊。然后自己房子你就自己付还好。不知道，我是觉得可能会继续住吧。我是我的话，没有啦，这几天会再上台北，所以会来睡阳台，会来播种，感冒的种吗？哎、欸，我可以转，不知道，不知道。啊，可是这个位置不好哎、欸，这车子这个位置不好。所以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圣诞是有还是没有的、啊？听说是有，只是你要它不会显示在你上线给你，你要去商店页面买。商店页面、欸、就是你商店页面的价钱会变成零块。对对对，是哦，坏、哦。据泱泱所说是这样。哦，135抽只用两次加倍啊。团团不是也是200多抽了？团团400了好不好？400抽嘞。400了。对啊，有出来吗？他就好像云外境也还是零嘛，然后也三次满了吗？我不知道，两次吧，我记得好像是两次。两次的话，那不就都没有增加？对啊，所以你要不要睡厕所？我飞在卡包啊。啊。今天、哦、三次，好像说三次啦，好像说三次啦，三次啦，啊、哦，好可怕、啊，400抽哎、欸！我看到了以前的我，看到以前的黑清明，对，所以好像也有了吗？应该是有了吧，除那么多了，不除到黑清明过意不去吧？我飞好久哦，我也在飞。我来看一下，飞了5分钟了。来去个夜总会看一下。你们不来转盘吗？哎、欸，对耶，赌场是要花多少钱买啊？还是说那是买空中花园？你要买空中花园？你要买顶楼的？对。贵吗？
不便宜，有一定的价格，100多万以上吧。做100多万吗？最便宜的话，就什么都不加了。钻石啊，其实我已经买完了，我也不确定它现在价钱多少。来看一下。我的是已经全部都升满的那一种。它是什么会所？就按它有一个钻石赌场啊。钻石赌场看到了。它右上角有个空中别墅。哦，150万，653万。哎呦，要挟我！我的直接是600的。就看你有没有买齐啊。有些不一定要买齐啊。哦，600万，哦，要挟我。哎呀，哎呀，所以我是要进去那个赌场里面接吗？然后那个贝特女士应该会打电话跟你讲吧。然后赌场里面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符号，一个 A B 吧。哦，好，一个大 A 小 B， 大 B 小 A， 我记得是这样子一个符号在那边。哦，那台车。SSR 全击赏加成135都没有中，还是唯一支持杰克碎射手，好好，没问题。不要、啊、对，坦克我买了，小坦克我买了。怎么叫出来啊？你要从 M 那边叫出来。哦、M 那边有一个什么 RC 载具，有一个。厕所快逃，杰克要碎你。整栋就跑走了。有人叫厕所、啊。你的物品清单有一个 RC 载具。有没有那个杰克的粉丝啊？快改名叫厕所。嗯，不要啊！还要改这种奇怪的名字，他就要睡你了哦。砰砰砰砰砰！哎，我小坦克，小坦克怎么跳？我刚刚没看到。他不止睡你，还会上厕所。这就有点母汤了。是不是还会拉下拉链哦？我要抽奖。哎呦哎呦哎，干什么干什么？我要打这个。哎哎，我要打这个。还跑还跑。哎，我进来啦。嘿嘿，你的车在外面。要爆外面的车子也会一起爆。所以是谁说昨天那个、啊、你那个是用送的啊？坦克，他是也是说用送的啊，只是你要去商店页面看而已。哦，那现在看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及啊、因为我已经花200万买了，所以你们现在看也都是200万的钱。是这样吗？感觉就像是说，我现在实况台说，我来送鸡排，那我家的请你吃鸡排，但是我家在哪不知道，嘿嘿嘿嘿。送衣服，极致型战斗背心、欸。他跳跃的能量极好，还会有音效哎、欸，等等，哒啦，好可爱的哦，哒啦，我要买一台了，等等，直接买了，不小心睡过头，哇，衣服没关系啦。三倍五倍都不要抽，青橙色长版连帽衣外衣。我要买一台，财经服务吗？不是，旅游交通。军事。找到了。Fire！ 哎、欸，就只有一个价格嘛，没有说什么。Fire！ 好像没有吧。立即购买。没有解完什么。我要去改它，它好像它可以改、啊，可以改炮管。炮管可以改，又怎么改？改什么雷射啊，还是什么的？去改车厂的样子。我现在正要过去看看。啊，所以它跟载具是算同一个东西吗？好问题。所以我，你说怎么叫教我？你按 M， 然后物品清单。哼。移到最下面有一个 RC 的什么？请求 RC 坦克。对 ，RC 坦克。哎、欸，那个就可以叫了。然后我们要走过去这样子哦。你会直接变成那台坦克？对啊，所以那我们要保练过去哦。不要咯，不要，你直接变坦克，你本身你的角色直接就变成那台坦克。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走到那个改装店哦。哦，对。好。
啊，怎么离开？Shift 右键，按 F 啊，按 F 啊。哦，出来了，那架构注意，架构注意，我来了，来了。为什么进不到我自己赌场？怪了。自己赌场？不，我不，我不，版权攻击，哦不，我不，我关了。只有自己的空中别墅吗？没有自己的赌场吧？对啊，自己啊，不是啊，那个啦，自己会。啊？进不去。你，嗯？为什么了？没关系，算了，先来说。不知道，刚这门口这边就没有亮点啊，就不去。你有进帮会还是什么的吗？有啊。啊，是你自己的吗？对啊。嗯？嗯，神奇，不知道。不知道。哇！杰克睡羊，他杰克睡羊，我不能略过。所以今天是轮到你，网络不好，然后。这是杰克的主线，那个菲克女士的任务。嗯，文森特，文森特，你怎么还在这？文森特，你的腿不是断了吗？没，他没有断，他没断，他受伤而已。啊，文森特为这里尽心尽力，比那个拿枪兵的好。对啊，先剧透文森特，你等下会被裁员。记住他，你最后的时候会被裁员，你不要这么尽心尽力，你不要这么开香槟。杰克做了什么？为什么要睡厕所？我没有做什么，我没有，我把他反掉，我把他反掉，我把他反掉。把你的全部都给他反掉，把他刚刚那张 SP 反掉就好了。反掉会被人家骂死、欸、SP 遇到钱、欸、日常杂物可不用反吗？隔角多了嘞、欸啊、你有多了、哦、对啊，干打他啦，打他啦，抽两只 SP 遇到钱的打他啦，气死了。你不是说多的时候反掉吗？看你怎么留咯，看你有没有需要到两只上场，看你的诚意咯。对啊，看你要不要反咯。把你练好那一只反掉，嘿！对对对对对，没有练好的，我也没有练好。哇！哎、欸，怎么了？现在嘞？打架打架！打人打人打人！哦、真的、哦、大的！我们要阻止暴乱。像暴龙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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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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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车子会脏，车子变了。Let's go！ 他妈撞车了！哎呦，手断了！好、嗯， oh, 再问今天巧克力没有来的，你们一定没有追踪他哦。好、oh. 啊， oh. 巧克力有发文哦，好，好，他有发文哦，有啊，啊、oh, ，还公开文，哦、oh, oh, ， oh, oh, 怎么都没看哦， oh. 你们怎么都没看呢？哦，哦，哦，文森特哦。哦，文森特，哎、欸，知道了，好，知道了，出来，总会有辆车啦，哦，好，有人知道了，哦，奇怪，啊，不是要让小车先行，哈基不是这样教的吗？对啊，哈基怎么教你的？好。哦，没有学哦，人家讲了你又不听哦。知道怎么教你吗？就是只要人家撞你，或是你撞人家，都要说人家是三宝，都是别人的错。对。哎、欸，死掉应该没关系吧？死掉了。好，可以把车送回去了。好，我送。我要上车，我要上车。哎、欸，谁送？我要上车，车不要走，我要上车。后面有人。哇！有人。我上车了，我上车了，走，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好，打掉，屁啦，我有说我会摔哦，我要摔到分手了，摔到分手，你们轮胎是爆了，对，我听到轮胎爆的声音，等一下你又听到砰一声，应该是我们的左后轮，滑起来，哦，繁星死翘翘了，太衰了。那你们要先修理哦。对，要修好才能送回去。没关系。我想说怎么绕这里？
看到那些抽奖仔，不是应该是看不懂中文那些抽奖仔打杰克睡厕所，就很好笑。你看，大家都同意你睡厕所，不同意。我这边是大家都同意你睡阳台，要反抗，抵抗恶势力。我们要按怒，按怒，快按怒！这才不能敲孤轮啊！啊，有人飞出去了，这才不能敲孤轮呢，这才敲不起来。对啊。挑战零碰撞，然后就砰！要撞了吗？要撞了吗？啊、撞了，撞了，撞了，撞了！哎、欸，没撞到，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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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胜他！完胜他！别人家腿反正之后还会再受伤嘛，对不对？你先锻炼他的意思吗？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要睡厕所？啊，就抽到一个很巧很好的角色没，而且还抽两只哎。是之前抽了一只啦。所以集体公愤，觉得该睡厕所。啊，对啊，小心也说支持杰克睡阳台。不支持，支持，我们一定支持。感谢小新给我花鸟绝碎片。小新不要再给他了啦。I hope I don't have to ask for your further assistance, but I fear I shall. 人家右脚受伤，先撞一下两只脚。没有啦，要平衡一下。右脚受伤，我们要左脚也撞一下。两只脚一直都受伤一下。嗯。我哪一只哦？那个玉藻 SP， 还讲，还要讲。哦，我想到什么声音呢？我忘了把那个阴阳师声音关掉。哦，这有什么有女生的声音？哦，奇怪的声音。哦，女生的声音。我在看什么？该关的都关了吧？奇怪。你的分页要关干净哦。有，分页是不是很多啊？没有。阳台是谁哦？阳台也要问厕所啊？厕所也要跑，阳台也要跑了。所以剩下客厅吗？啊，客厅也要跑了哦。那是房间吗？那总剩我一个。我靠！我在转圈。我遇到外挂、欸，好好，是不是直接死的那种吗？对，我刚复活，地板上直接有一个地雷，然后我就死了。哦，为什么我加了50000块啊？你完蛋了哦，你收黑钱了，快跑！不知道哎、欸，快跑快跑快跑，跳出来跳出来！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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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到底在说什么？就有人抽到好卡、啊，就这样啊。然后至于是谁，看谁要去睡阳台、睡厕所就知道啦、啊。嗯，没有吧？没有吗？没有吧？哦，都够了。要转好久、哦。对呀、啊，真的转超久哎、欸。从杰克就可以那么快、啊。哎，我也出来了。我在一个人的地方。我在公开单人。好，你什么？你那里？我在公开单人。哦，我现在转到出现三个字了，叫做“窄路中点点点”。以前不会跳字的嘞。哦，全部被踢光了，那么屌。星期五不是在 YT 吗？啊，对哦，对哦。哦，对哦，你都忘了。重开了，重开喽。没关系啦，都开了啦，忘记了，拍谁啦？哦，杰克收黑钱。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是正常的50000块还是不正常的50000块。没有印象的就是不正常的。嗯嗯，因为刚刚是就他上面写50000，然后加他有没有写什么原因之类的？没有。嗯，有些表现良好50000，不可能，那最多2000块吧你被炸到了，我给你50000块。
你撞到文森特了，千里五万块，这不太久了。我说要演的不错，啊，那个文森特摔的不错，五万五万五万。哇，连续战局也好久。哎，嗨，我现在一个人哎。嗨，你在这里？哎，应该没差吧？赶快离开，我怕等下遇到外挂。我在用了，可是好久、哦，上不去吗？无法连制战局。嘿，我连不过去。我这要任务吧，我这要任务。好，也可以。我先改一下，改一下我的小坦克的。我不先到同一个战局吗？不然到时候出来说要延卡那么久。哦，我这边是一个人啊、嗯。好，那我去那边。修理载具。武器。火焰喷射器，火焰喷射器这么贵吗？我操，好好好强好强！二十百干什么？干什么？哎，哪个比较好啊？电浆炮、火箭炮跟火焰喷射器。干什么？火焰喷射器听起来很弱。我不小心点了两下，我买到火箭炮了。那就用火箭炮吧。他二十万，那就二十万了。好久、哦，好久、哦，我也上不去哎、欸。对啊。谁啊 ？DSD。哦，这火箭炮自动瞄准吗？充能火箭、嗯。没有瞄准也太尴尬了。嘿。玩女角、哦，玩女角，好啊，可以自己打扮自己喜欢的样子哎、欸。哦，这实际是玩喷没有喷火的、哦，喷火的好感觉不怎么样哎、欸。应该喷短短的吧。嗯。bra。哎。哦，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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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感觉威力比较够。下来了。只是要炸两发。嗯。你们要了吗？我在捷克的战局啊。哦，好，我过去。你说可以改什么？就武器而已吗？他可以改武器跟涂装。嗯。嗯。预设是机枪吗？还是？嗯，预设是第一个机枪，然后下面有电浆炮、火箭炮跟火焰喷射器。那玩电浆。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在那个抽奖那个每一句话里面混着一些奇怪的语言啊？啊？他知道说什么？哦，睡厕所，睡厕所，睡田里，睡厕所，睡厕所啊！睡田里、啊？哇！睡田里是谁啊？很讨厌我、哦。啊！那睡田里。我掐你！一晚政策。来晚了没关系。哎、欸，怎么车是在这里啊？都在停车场面。DSD 怎么加进来了？我来啦！哎呦，有腰了吗？还没吧？腰了吗？还没，等一下。还没。好，继续玩小坦克。腰了。怎么跳？按一。然后你。跳跃充能好会，它会有一个声音。白痴，你要这弹药要三万块，三万块弹药，你花了多少弹药啊？噔噔，我不记得我花很多。火箭的判定很奇怪，嗯。感觉他火焰枪的判定很奇怪、啊，好可爱哟、哦！但是只要烧到就行了、啊，还要修理载具哦。嗯，杰克，你又有新的地方可以睡了啊？那叫做屋顶。在，你可以在上面唱歌。我是不是还要拿着天线？对。然后楼下的那个讯号突然不好，就会来上来揍你。右手拿天线，左手拿避雷针哟。
我靠，电浆炮最贵啊！对啊，买啦！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就要买一个平板架，黄色小鸭来啦！等谁？等盛繁星。好好，我的黄色小鸭结束了。好可爱，那离不开。等一下，你说怎么离开 ？F， 好。睡柜子吗？睡谁的柜子？可是柜子太累，要走出来。睡团团的，然后团团换衣服的时候一打开，嗨！我靠，只有团团的房间有柜子哎，对，为什么？啊、我刚要花两万多块钱买弹药，我刚也是。我是没有花钱、欸，为什么？你好，你好，你好，Good to see you。有人说睡田里，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哇哦！以天为被，那你是屁股朝上哎、欸？没有，他被是棉被的被吧？棉被的被。哎。好笑吧？不要直接可笑哎、欸！金牙王，金牙王，自从找了字幕怪怪的，对啊。杰克，你好多地方可以睡哦，真好。嗯，对啊，杰克睡房东啊？啊？问号？啊，我开车哦。我啦，我开车。他自己也开 啊， 开啊。后面前面那个比中是干嘛？会谈不准使用武器哇！哎，六公里也这么远哦。所以我可以乱撞吗？你可以撞他、啊。任务失败，载具摩擦到。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哇哇哇！尬枪，尬起来，尬起来！怕什么？怕什么？我手，我收回来。怕什么？尬枪来呀、啊！等一下，我左眼在看荧幕，右眼在看。阴阳师，等一下，对啊，你的眼睛透窗了没？啊！看起来是透窗啊，后面也很窗啊。后面，等下后面已经，后面人不见了，撞到头一台。车上的女的也很厉害耶，可以但滔滔不绝讲她的东西。她没看到，她没感觉到车子震动吗？我感受到了。没事。嗨，三宝，他比哪里啊？应该啊，就随便比啊。喂，哎，哇哇哇哇哇，完了！完了，车子内八了。前面那个人居然超过我们了。来啊，直接上来啊！哦，哎呦！下站铁了哦，站铁子，为什么不能拿枪啊？就说会谈都不能拿枪哦，还要拔枪啊？为什么车牌是歪的？奇怪，是撞歪的吧？怎么看个手机车子变这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车子这么多刮伤啊？这告诉我们那个玩开车啊、哦。专心玩手机，玩阴阳师不要开车啊！玩阴阳师不要开车啊！开车的时候不要玩阴阳师啊！哎、欸，要到了，要追到了，要追到了！哎呦，哎呦！哎、欸，他讲话嘞、欸！骂、欸、我哎、欸！他刚用的时候，你眼睛有张开吗？你的眼睛有张开吗 ？Eyes open。开手分，他是这样讲没错。对啊，啊，你管我这么直白的、哦？对啊，开手分，哎呦，开手分，
打开你的眼睛。哎，是，嗯，Hello，Hello，啊！三宝，哇，三宝，他的腿力也是很惊人哎，他的脚没有，他的脚没有跨在地毯上啊，对吧？啊，这个任务我想起来了，他见我们打得很辛苦的，哦。哦，对，这个等一下不好打，嘿，四个人也一样吗？四个人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是两个人打。啊、哦，对，那可以先下车吗？还是自己？小心后面那台。可恶，冲不下去，可恶。好了，三宝，你别这样。引擎盖去哪里了？不要问，不要问。刚路上有人，他太可怜了，他在乞求，我就送了一个引擎盖这样子。哇、哦，对对对，他应该会很困扰吧？让他去变卖，有饭可以吃。其实我人很好的。好、哦。哈。No. You love money. 怎么那么像？在哪里？不要说话！我没讲完呢。No. You not like love. 这他妈的混蛋，以为自己在惹谁？我看起来像他妈妈，像吗？像吗？他说什么？直接开干了、哦、是吧？干，好贱哦、嗯！是女的没错吧？不够格。Very good.Anyway, Mr. Chan, I'm gonna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I don't give two fucks about who your family is or how many ninjas you have up your sleeve. Am I making myself clear? You don't get to pull a gun unless you're willing to use it. But maybe you do things differently in your parts. Now, in return,嗯，站起来了哦。